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大家好， Diana 你好。 Hello 大家好。你今天会和我们分享几款哮喘的自然疗剂。咁哮喘其实都有好多成因嘅，咁可能系污染啦、肥胖啦、受到感染啦、敏感啦、做运动嗰时啦，或者系压力同埋一啲唔平衡嘅荷尔蒙引起嘅。咁袁医生，咁有啲咩简单嘅方法去处理哮喘啊？相信咧，大家咧，我哋过去都有同大家介绍下有关于哮喘嘅自然医疗嘅方法啦。咁可以话讲系相当之多嘅。咁你知道啦，哮喘系咩咧？其实一种上呼一个呼吸系统嘅病吓，即系唔属于上呼吸系统啊，系差唔多系呼吸系统本身嘅病啦。咁通常咧就系我哋个气管啲肌肉咧系收缩。是导致咁，或者咧系我哋嗰、那个即系嗰个痰多，气管啲痰多咧系即系搞到我哋咧系呼吸咧系有障碍、有困难咁样，咁都几多嘅吓，即系喺香港亦都好多小朋友咧，有好多咧系好细个就已经有开始有呢啲问题噶啦。咁当然啦，处理得唔好啦。亦是会死的。咁当然在70年代啦，大家都同以前我哋有节目同大家分享过啦。因为有啲人呢就係70年代开始用一啲西药啦。咁就导致到呢就哮喘呢就出现死亡嘅个案嘅。咁早年其实哮喘唔会死嘅，即係辛苦啫，但唔会死嘅。咁结果发现呢係原来呢啲嘅西药呢係导致佢一种即係不尋常嘅反应啦，令到嗰啲痰液呢係即係唔单止冇松到啦，冇打開個氣管啦，令個痰液咧係黏埋，變得好硬，好即係令個氣管根本就開解剖，我發現咧嗰啲痰咧係硬曬嘅咁。咁呢啲就導致啲人咧係死喺哮喘嘅用藥緊急用藥嗰時候嘅一種藥嘅反常嘅副作用嘅。咁跟住咧就好多人就唔敢用啦嚇，即係咁。但到後尾咧，啲人慢慢地亦都忘記咗呢啲問題咧，就開始用翻嘅。咁好啦，咁大家知道啦，喺自然醫療咧。在个自然界，如果大家有真正宗教信仰呢，在自然界有晒啲工具㗎啦。我哋真係好少好少需要用到啲化学嘅药物㗎，即係非自然嗰啲咁化学嘅药物嘅。咁始终个药物呢通常都係即係所谓治标不治本啦，即係呢样嘢中国人系人都系呢、這个差唔多一个系人都识讲嘅嘢嚟嘅。咁事实上真係㗎，你用呢啲嘅工具呢始终呢系即系喺啲急性嘅小毛病咧，你就咁短期用下都 OK 嘅。但系咧，你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唔系嘅，大部分人咧净系识得借助啲化学药物咧去处理嘅身体嘅症状咧，咁打压症状而冇真正医个本身问题咧，系出现好多嘅即系不良嘅副作用，甚至死亡嘅。好啦，咁我哋大家都讲咧，食物系最好药物啦。咁其实有啲咩食物咧可以帮助我哋个哮喘咧？嗱，而家同大家几款啦。其实最紧要嘅食物咧就系生机嘅蔬菜同埋水果啦。咁当然啦，呢啲食物咧会捐献一啲好紧要嘅维他命啊、矿物盐啦。咁而呢啲食物咧最紧要蔬菜水果咧，好多时候咧系唔会惹痰嘅。好似人食蔬菜啊、食生果会惹痰。咁尤其食嗰啲所谓金属类嘅蔬菜啦。即係檸檬啊、青檸啊、橙啊呢啲咁樣嘅啦。咁呢啲通常咧，佢有足夠嘅我哋叫做 phytonutrient 啦，即係嘅植物嘅營養素啦，包括咧就係 quercetin。quercetin 咧係一種我哋差唔多可以一種抗敏感嘅營養成分啦。咁通常係洋葱嗰度比較多嘅，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哋叫做洋葱素咁 quercetin。咁其實好多蔬菜尤其都有呢、這個一個好緊要嘅
的 quercetin 这个成分的。好了，还有什么食物呢？就是我们那个即是野生 的鱼啦，啊，即是不是一种养鱼啦。因为这些鱼呢是含有很丰富的抗炎的亚米加三 的油啦，这个亦都会亚米三的油呢是一种抗炎呢，亦都会减低那个哮喘发作的严重性啦。咁仲有一個食物咧，就係頭先話洋葱啦，係咪？所以食洋葱啊，食嗰，那個那個蒜頭啊，都係有幫助嘅。咁因為佢有含有 L-cysteine 啦，即係洋葱素啦，係一個好好嘅抗氧化啦。咁亦都會減低啊，改善我哋哮喘嗰啲症狀嘅。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水啦。嗱，我同大家都曾經講過好多集嘅，如果你我200几300集咁滯噶啦，大家要查翻佢以前咧，其實我同大家咧係講關於介紹個水啊嘅一個治療嘅效果，甚至乎就話咧水咧係可以治療60-70%嘅 percent 啲慢性病嘅。好啦，咁就起碼咧，如果每日飲足就7杯8杯水咁樣咧，係可以即係嚟到液化我哋嗰個黏液啦，個痰液啦。咁令到我身體咧係有即係充足嘅水分啦。咁原來咧 ，Dr. Batman Jelly 咧呢位一個伊朗嘅醫生啦，咁佢係提倡水能治百病嘅。咁佢話佢解釋咧，原來咧哮喘咧，等於好多其他身體嘅病咧，都係因為我哋嘅缺水嘅狀態。咁咧就嚟到即係收縮我哋嘅氣管。咁你知道啦，我哋大家空氣我哋噴出嚟嘅氣咧，其實係有好多水蒸氣嘅。咁當我哋身體嘅嗰個缺水的时候呢，我身体说呢，欸，不要流失那么多体内 的水蒸气，那就企图呢就收缩我们那个，那个气管的。那所以气管收窄呢，其实是一种身体保护我们身体在一个 缺水的状态，一种保护的反应来的。好了，那处理手法呢就喝多一点水咯。那最简单的话呢，就是即是你发作的时候呢，就喝几杯滚水。咁或者聞蒸氣啦，係咪？點解蒸氣會幫助呢？咁同埋咧就係咧係浸熱水浴啦。咁呢都係一種好簡單嘅方法啦。好啦，咁仲有咧就係亞麻籽啦。咁即係亞麻籽咧係含有高嘅亞米加三啦，咁亦都係一種抗炎嘅，咁亦都會幫助我哋減低嗰個哮喘嘅出現嗰啲問題嘅。袁医生，你刚才提到有什么食物会帮助到哮喘，那其实会不会有什么食物是会加剧哮喘的，需不需要戒口呢？其实呢，在哮喘呢，任何呼吸系统的问题，除了哮喘，包括鼻敏感，有些人经常说，我小朋友呢整天都伤风的，这样整天都伤风感冒的，那你问真一点，其实他都不是伤风，只不過是上呼吸系統敏感啫，在某個程度上咧，你都提及頭先講過咧，就話哮喘可能是一種敏感反應嚟嘅嚇。咁對咩食物敏感呢？最大的機會咧就係，是，經過即係嗰個高温處理嘅牛乳類嘅食物啦，dairy product 啦，牛奶啊、芝士啊、雪糕啊咁樣。咁你知道咧，呢啲係野潭嘅食物，中國人成日都係講到嘅野潭嘅食物嘅。咁呢當然咧就會會塞住我哋嗰個肺部嗰啲氣道咯嚇。咁，所以第一件要戒咧，就係，要戒咗我哋即係一般嘅牛乳類嘅食物嚇。咁第一，咁第二咧就係，糖啦。咁原来咧，糖咧系一种催促炎症嘅食物嚟嘅，同埋糖咧亦都会亦都我哋惹糖嘅。咁所以咧，我尽量咧就减低所有嗰啲即系糖分嘅即系糖嘅食物啦，或者唔好用咁多糖啦。咁，当然我哋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可以用xylitol啦，xylitol对尤其对牙齿嘅蛀牙肯定系有预防嘅作用啦。咁亦都可以用嗰個 stevia 啦，呢啲係一種天然嘅嗰個甜菊啦嚇，咁樣咁亦都係stevia 亦都原來啲發現咧對癌症都有幫助嘅。咁所以有啲人中意食甜嘅人咧，都唔需要話要即係口淡淡啊咁樣，咁啊用呢啲咁樣嘅天然嘅代糖啦嚇，記住天然嘅代糖，唔係一般嗰啲化學嘅代糖啦。好啦，咁仲有一種咧係精煉過嘅食物啦。咁問題就係因為大部分精煉嘅食物咧都係高糖啊、高鹽啊同埋低營養嘅。精煉食物咧通常咧就將嗰啲食物裏面嘅礦物鹽啊、維他命啊、營養素咧係消除咗嘅。
咁所以咧，通常咧呢啲都有呢啲嘅問題啦。咁仲有咧，好多時候咧，呢啲精煉嘅食物咧，亦都有即係好多即係個毒素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好容易咧就一種觸發嚇嗰、那個那個問題。咁其中咧就麵包嚇，有啲人就食麵包。咁當然啦，可能陳醫所我哋上一集我哋都有提及咧，就嗰、是那個那個 gluten 啦，嚇麸質嗰、那個麸質嗰、那個嗰、那個問題啦。好啦，咁亦都要留意咧，食物里边好多啲添加剂啦，同埋附加剂啦，譬如食物嘅颜色啦，个色素啦，同埋防腐剂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引发嘅。咁其中有一种嘅食物咧，就系、是、我哋中国人都成日都系成日都好难避嘅，就系 MSG 啦。哦，味精就系、是、味精啦吓。咁、啊、有啲人啲细蚊仔对呢啲味精系会敏感嘅。好啦，咁仲有一个食物咧，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即系雪藏嘅即系。嘅食物啦，即系冻嘅食物啦，吓、咁譬如雪糕啊，或者冻嘅甜品咧，咁样样，咁因为呢啲咁嘅冰冻嘅食物入咗我哋嗰、那个嗰、那个食道里边咧，系会收缩我哋嘅血管咧，系、亦都会直至咧都会导致我哋嗰个哮喘。咁其实好多人都有嘅，即系有啲人话我唔食得冻嘢噶，一食冻嘢咧就会咳啦、或者会喘起嚟啊咁样样。咁咁当然啦，好多人啲。好多人嗰啲喘咧都系感染咗啦，好似陈医所讲啦，可能啲 infection 啦，上呼吸系统感染啦，咳到辛苦咧，就见到哮喘又发作啦，咁样样。咁头先提到有啲咩食物可以帮助到哮喘啦，又有啲咩我哋系需要戒口噶啦？咁喺营养素方面有啲咩可以帮助到哮喘噶？在自然医疗的工具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可以去一些健康店、都会买到这些这样的营养补充剂、简单来说。其中一个我曾经都提及就是 quercetin。quercetin 是在很多、金属的食物 citrus 的食物产那方面，也都是有很多在一些洋葱里面有这些这样的成分的。咁通常呢你去买一些这些，我们都叫做天然的抗敏药来的。抗敏剂还有呢是抗敏感的食物来的。咁这个就 quercetin 啦。咁通常佢哋嘅成分都係500mg 啦，咁一日食两次吓，咁你咪当两粒啦。咁另外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叫做NAC 啦，就是 N-acetylcysteine。咁呢个呢其实呢喺西醫都我都發現咧，佢都會用下嘅、就係我一般就所謂啲化痰素啦。咁、有時你見到啲出邊買嗰啲成藥啊廣告咧，其實咧你要睇翻咧，佢都有呢個好簡單嘅 NAC 啊 N-acetylcysteine 一種天然嘅補充劑嚟嘅，咁、有化痰嘅作用啦。咁通常咧佢哋嗰個劑量咧都係200-500mg 啦。咁一日咧就食三次啊。即系两到三次咁样样咯，吓、咁好啦，咁呢个当然啦，帮助我哋哮喘嗰个发作啦嘅密度啦，同埋个程度咯。咁因为咧呢、这个 NAC 咧可以增加我哋嘅一种叫做 glutathione 一种好强嘅抗氧化嘅工具啦，亦都当然啦，亦都系化痰啊嘛，同埋将到我哋嗰、那个即系我哋嗰个个气管里边嗰啲黏液咧系稀化佢咯。好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鱼油丸咯，系、咪？即、就、系、是、除咗你有时未必买到啲咁好嘅野生嘅鱼嘅三文鱼，咁你就唯有去食一啲即系鱼油啦。咁即系鱼油就亚米加三油啦。咁通常咧就食嘅份量咧，大概每日啦，大概用2000嘅嗰、那个 milligram 啦吓 mg 啦，系好啦，咁大家知道啦，鱼油系一种抗炎嘅。亦都即係會喺呢方面亦都肯定有幫助噶啦。好啦，咁另外一種營養素咧，就係、是、維他命 B6 啦。咁通常我用100-200mg 一日嘅份量啦。咁通常原來發現咧嘅 B6 咧係好多人咧都係缺乏嘅。咁、好明顯咧，包括有啲即係哮喘嘅人咧係缺乏 B6 嘅。好啦，咁仲最後咧就介紹就嗰個鎂啦、我都大家講識啦，鎂咧係會即係放鬆我哋嗰個平滑嘅肌肉啦，咁亦都會加強改善我哋嗰個肺嘅功能啦，咁可以舒緩嗰啲急性嘅哮喘嘅發作啦，咁鎂咧。通常的份量都是用200mg 一日吃两次这样。记住镁如果吃得多就会有少少倾泻的。就很简单，即是你不会 太过分的了，即是你自己会有倾泻作用的。
我知道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坊间好多人都识用嘅，就係用香薰油啦。咁可以用尤加利啦，或者薄荷，或者两者一起用嘅。咁可以将佢放落去香薰炉度啦，或者係稀释咗佢，加落去一啲譬如椰子油度，搽喺个肺心口个位置啦，或者喺条颈度都有帮助嘅。咁今日嘅分享暂时系咁多先。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袁医生预约会诊：2577-3798。海外嘅听众亦都可以同袁医生用 Skype 同埋 iPhone 嘅 FaceTime 去会诊，可以打翻以上嗰个电话2577-3798，或者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如果想重温我哋嘅节目，可以上我哋嘅网址www.soulceradio.com。唔该晒袁医生，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拜拜。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